欢迎收看107年1月29号的港都新闻，我是赖昌邦。新闻首先带您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。2018高雄过好年系列活动在三峰中街正式开跑，市长陈菊也到场向市民朋友拜早年、迎新春，还有发送市长红包，场面相当热闹。高雄地区雾霾严重，医师发现眼科门诊飞蚊症患者同时间内增加近30%左右。动物实验结果发现 PM2.5 不仅会伤身，可能也是导致飞蚊症发生的原因之一。高雄市一间知名点心坊为了鼓励民众捐出热血，特别捐赠店内最夯的罗宋面包。捐血中心也希望能够在除夕前至少维持10天以上的库存量。2018高雄过好年系列活动在三凤中街正式开始了，一早就吸引民众前往采买年货，而市长陈菊也到场向市民朋友拜早年、迎新春，现场还吸引大批人潮等着领市长的小红包，场面是相当的热闹。一，请敲锣。敲响新春第一锣，宣布2018高雄过好年活动正式起跑。吉祥的舞狮及鼓阵热闹整条三峰中街，民众抢占新春喜气。高雄过好年活动不仅成为高雄年节最具代表性的活动，同时也是宣布农历年节正式到来。期待咱高雄人会当问一遍，伫过好年、过年的时阵，来咱三峰中街来买年货。南北二会，什么拢有，啊，会使讲是安全，啊，过来是价钱公道，吼，啊，过咱所有的乡亲，大家人对三峰中街有高度的信任。高雄市长陈菊也特别率领市府团队到三凤中街发放红包，这是陈菊最后一年以市长身份发送小红包，希望将祝福分享给大家。陈菊感谢市民朋友的支持，民众也热烈响应排队，现场发送的2000份小红包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分送完毕。祝欢喜，这十几年来，每一冬，咱高雄过好年。都一定在咱三峰中街、西中街啊，啊，伫遮开始，啊，大家来准备，讲咱农历过年，啊，感受到安尼足好迄种的过年的气氛。民众忙着采买年货，店家门口堆满糖果饼干。三凤中街的主任委员陈玉彤表示，今年年节的食品价格稳定持平，三凤中街的出品绝对是品质保证，让大家买得开心、吃得安心、用得放心。我三凤中街所有的干部团队，一再再三嘛要求，为着咱市民的健康，嘛是要求咱三凤中街每一间的商店街，吼、哦、一定要做到。即、这个食品安全的100%管理甲控制，咱来让市民买得安心，让市民安心来使用咱三凤中街的食材。今年是高雄过好年活动第20周年，由在地的11个商圈共同举办，多项好礼准备送给民众，希望让大家年年过好年，好吃又好买的年货大街正等着民众前往。港都新闻林庭阳、洪静怡采访报道。高雄地区入冬以来雾霾严重，医师就发现眼科门诊的飞蚊症患者在这段时间增加了将近30%左右，怀疑可能与 PM2.5 的污染有关。而动物实验的结果也发现，暴露在高浓度的 PM2.5 之下，老鼠眼球玻璃体不仅明显异化，而且还严重的老化。由于这项研究是全球首次发现，怀疑 PM2.5 不仅会伤身，也可能是导致飞蚊症发生的原因之一。
雾霾严重，南部地区空气监测站频频出现红害状态，不但影响人体呼吸道，医师怀疑对眼睛也会带来危害。其中之一就是飞蚊症患者大幅增加，怀疑跟 PM2.5 污染有关。在我临床上发现，这一两个月来发现到三分之一的病人，就是你本身是过敏性的结膜炎的病人，多加了三分之一。然后你本身有合并眼结石的，也增加了三分之一。但很奇怪的是，你有飞蚊症的病人竟然也增加了三分之一，而且视网膜剥离的病人也增加了，所以说我们才会兴起我们这个 idea。医师表示，高屏地区两个月来过敏性结膜炎病例平均增加四成，眼结石患者增加三成。动物实验发现，较多的 PM2.5 接触眼睛，容易产生眼球内玻璃体异化，甚至老化。因此，如果眼睛出现莫名闪光或是飞蚊范围扩大，就必须赶紧就医检查。你觉得这段时间，尤其是这一两个月，那个 PM2.5 它是我们发警告的时候，那你突然觉得你的飞蚊增加了或是变大了，或者是你突然出现闪电感，这个时候呢，你要赶快到眼科医生那边就诊，看看有没有其他方面的其他问题。然后呢，因为现在有安全帽，有全罩式的，那最好我们可以用全罩式的。那另外呢，你有护目镜或者你有太阳眼镜的，这些当然戴一下还是会比较好，是。那尽量呢减少在屋外暴露的时间。医师表示，虽然动物实验结果还无法直接用在人类身上，但仍然提醒高度近视民众或是飞蚊症患者，还是要多注意户外空气状况，一旦污染严重，最好减少外出机会，避免伤害自己的灵魂之窗。港都新闻林庭阳、黄兰君采访报道。寒假期间再加上气温骤降，捐血的人数也跟着下滑。高雄市一家知名的点心坊，为了鼓励民众捐出热血，特别捐赠3500个店内最夯的罗宋面包，期盼在岁末年终之际，让捐血中心的血液不虞匮乏。而捐血中心也希望在除夕前至少维持10天以上的血液库存量。刚捐完血，领到兑换券，站在左营捐血站门口的工作人员立刻送上罗宋面包。原来这是南部一家知名连锁点心坊发起的血液募集活动。所有高雄市的捐血中心，还有屏东，只要这几天里面捐血，方师傅就提供罗宋面包来感恩这些捐血的人。天气寒冷，热血不减，温暖要满人间啊！广邀更多人一起来加入捐血活动，只要民众捐250cc 就可以拿到一张罗宋面包兑换券。业者除了提供3500个面包兑换外，也鼓励企业同仁加入捐血行列。才一个上午，就有许多同仁挽起衣袖，共襄盛举。就是我健康的血可以真的提供给需要的人，我觉得这是一种荣誉，还会很有成就啊。因为我觉得之前不敢捐，是因为捐完会不舒服。那我觉得后来，再捐过以后，觉得没有什么异样，所以我后来就大概3个月会捐一次。除了工作之余，我觉得可以回馈社会是一个非常有让我可以感到开心的地方。我们希望更多抛砖，方师傅只是抛砖引玉，更多企业能够带动所有的同仁一起来捐血，一起来关心。那希望让需要血的人，让他能够身体健康。天气冷，再加上寒假期间捐血量相对减少，企业发挥社会责任，鼓励大家一起来捐血。高雄捐血中心希望在过年前夕将血液安全库存量提高到10天以上，避免届时血液短缺，恐怕影响病患安全。港都新闻林庭阳、洪静怡采访报道。一群男女从苗栗南下高雄访友，竟然在投宿的汽车旅馆开启毒品轰趴。高雄市警局少年队获报之后前往查缉，当场逮捕到8名涉案的男女，起出海洛因、安非他命等毒品，还有改造手枪及多发子弹，全案正在扩大侦办当中。一见时机成熟，警方立刻钻进铁门，顺着楼梯直奔2楼。果然在汽车旅馆房间里发现多名男女正在开启毒品轰趴。别动！别动！干嘛？好了，别动！麦当哦，麦当。给给，弄给。来来来，
吸毒后整个人茫茫的，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甚至还有人直接把安非他命吸食器放在外套边，想赖都赖不掉。警方随后又在车上搜出一把已经上膛的改造手枪以及多发子弹。房间里面啊有四男两女哦，啊他们可能是很累哦，啊使用毒品啊精神不济啊，有的躺在床上啊有的坐在地上哦，啊昏昏沉沉啊，这可能是常用吸用毒品所致哦。而且这些年龄啊都四十出头，看起来啊都像六十出头，这个可能都是长期使用毒品。啊，可能说是毒品的货。原来这几名吸毒男女从苗栗南下访友，结果哪里都不去，全部相遇在汽车旅馆里开启毒品趴。警方据报埋伏，就在其中一人准备到隔壁房间拿吸毒器时，当场遭到警方逮捕。其中一个嫌犯了啊，就从那个汽车旅馆开门出来啊，那我们民警啊就随即前往盘查哦。啊，这个嫌犯可能是刚吸完毒品哦，精神恍惚啊。他那个安非他命吸食器啊，就挂在外套的口袋，我们民警啊，肉眼就随处可见哦。警方总共在房间及车内搜出安非他命三包、海洛因一包以及改造手枪一支、子弹十一发等。全案将依毒品防治条例、枪爆弹药管制条例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。港都新闻马恩佳、王思武采访报道。台湾女性罹患乳癌的比例相当高，但是一般的治疗过程相当辛苦，而且要花费很长的时间。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引进乳癌术中放射线治疗技术，不仅复发率低，伤口美观，还能够减少传统术后的后遗症，治疗成果相当良好。乳癌是全世界女性最常见的癌症，现在对抗癌症病毒有了新的治疗方式。乳癌术中放射线治疗是医疗上的大突破，患者透过此治疗方式，不仅手术时间短，降低副作用，而且只需要切除局部的乳房组织，同步完成开刀、重建、放疗等步骤。而它是埋在乳房的里面，就是肿瘤原来肿瘤切除的地方做照射，它时间呢大概十分钟就可以了。那照完之后呢，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摄影移除，病人身上就没有任何残余的放射线，然后伤口我们这个伤口在开刀房都关起来，那以后就结束了。过去手术需花费5到7周的疗程，对于病患而言，不仅身体累，对心灵也造成极大负担。乳癌术中放射线的治疗可大幅减少病友受苦时间及次数，但前提是肿瘤需小于3公分。那时候治疗是一个礼拜，是礼拜一到礼拜五连续治疗5天，礼拜六、礼拜天休息，就要连续做6周到7周。那么呢，因为病人他是必须每天来医院治疗，因此他有精神上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，而且呢，他的皮肤，尤其是乳房的皮肤，会产生很严重、比较严重的放射线皮肤炎。这种治疗呢，它是一个局部高剂量的治疗，因此它做的范围很小，就是只有肿瘤的地方而已。所以目前都是建议这个肿瘤是不超过3公分，3公分以下肿瘤算是我目前最建议的。随着医疗技术进步，乳癌术中放射线治疗只需要进行一次，也提醒民众定期做乳房筛检，任何年龄只要一律都能做检查。若身体有异状，千万别犹豫，以达到早期发现、早期治疗的效果。港都新闻张世明、洪静怡采访报道。到了岁末年终之际，不少人都在关怀弱势边缘户，而男子区公所动员中由右昌、三山、国王府等9个单位席开摆桌，邀请弱势民众及边缘户，也发送丰富的民生物资，希望借此机会邀请需要帮助的里民走出家门，倾听心声，感受社会的温暖。趁着岁末寒冬、农历春节前夕，男子区公所关怀辖区弱势长辈及边缘户家庭，结合台湾中油炼制事业部、右昌仁税府、右昌三山国王府及左营文武圣殿等9个单位，举办爱在男子寒冬送暖千人围炉活动。所有的各行各业的善心人士都来一起参与啊！那这一次我们办的是扩大举办，非常盛大，将近有1000人哈，那席开100桌。那也希望结合这一次的所有资源哈，让我们这些弱势的团体、低收入或者是中低收入户，可以有一个过好年啊哈，然后贵你啊贵家喝你。除了席开摆桌，准备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澎湃料理，让经济弱势民众享用外，企业庙宇及单位还带来白米、面条、燕麦及沙拉油等2大袋民生物资发送，处处感受到社会温暖心意。那我们提供一些民生物资，然后提供给这些该需要的人哈使用，把中油的一些温暖、一些爱哈传播出去。那当然也是希望这是一个抛砖引玉哈，
然后能够用其他的团体能够共襄盛举，让我们的社会充满了爱。送爱活动男子区总动员37例，里长与志工们忙碌身影穿梭其中，也藉由围炉机会关怀里内弱势家庭需求，倾听心声。家仓里我们也一点点的贡献了，因为这边需要有志工，所以我们有33位的志工投入这个部分，我们也非常有荣幸能够参与这一次的一个关怀的一个活动。小区的我们这些长者有一个温暖，真的，但是我也很感谢区公所对这个代志，那做辛苦的，真的是非常感谢。咱们政府哦，用一个赞助单位哦，来办这个100块的，来我家中低老人有一个过年的气氛哦，来吃一个买个，大家就一个气氛安尼，过年安尼。送爱到社会各个角落，除了需要政府部门各项福利政策，民间资源投入更显弥足珍贵。男子区公所期待借由岁末关怀活动举办，扩大影响各界参与，一同学习珍惜感恩与付出。港都新闻李佳龙、罗少君采访报道。关怀弱势族群市议员黄淑美爱心不落人后，也举办寒冬送暖迎新春的活动。这一次特别扩大举办，邀请打击乐团现场演奏，并且准备烧酒精让弱势民众来享用。另外还有中医推拿、医疗咨询和物资发放等，共有600位边缘户受惠。大块鸡肉在锅里翻炒，再放进米酒调味，一碗碗香气扑鼻的烧酒鸡，让弱势民众一边坐着享用，还可以一边欣赏舞台上打击乐团的现场演奏。在暖暖冬阳下，吃着香喷喷的烧酒鸡，听着美妙的音乐，大家都感到非常满足。其实来的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居多，那我觉得可以这样让他们走出来，让他们也可以来听听音乐啊，然后也顺便吃一些我们煮的烧酒鸡哦，那软软味，我觉得对长辈哦有一些帮助哦。那我希望这样的活动我们每年都会继续的办下去。市议员黄淑美每年在岁末寒冬时都会举办送暖活动，这一次特别扩大举办，还准备了600份的物资要发送给边缘户。黄淑美议员一一比对边缘户的资料，再亲手将物资送到民众手中。物资包括白米、面线、炊粉、沙拉油、酱油和饼干、口粮，以及御寒衣物等，让弱势民众度过寒冬。今天我们做了600份的物资啊，那主要的是给边缘户啊，那我们这次有扩大举办，所以有音乐会，然后我们还有中医的把脉，还有西医义大医院的这个医疗咨询啊。大家在暖暖冬阳下出来活动，聚在一起吃东西、听音乐，还有医护人员帮忙量血压、推拿、按摩等，照顾长辈的身体健康，让他们感受社会的温暖。黄淑美也接爱心送暖活动，赞不赞？港都新闻吴秉源、赖昌邦采访报道。老一辈的人使用的物品，通常背后都有一段故事耐人寻味。文物收藏家朱南山收藏上万件的旧文物，不管是卖吃的生财工具，还是三轮车等交通工具和自制的古早铜腕，他都能够说出一段典故。1月29号晚间9点播出的《高雄亮起来》，将让你大开眼界。早期的人生活清苦，卖吃的小贩大多会利用现有的资源，像是用火车的蒸汽水煮面茶，清甜可口；用汽笛声叫卖，也有饮水思源的用意。而把布冰淇淋的大勺子和摇豆花的勺子，也都令人回味。卡早分年纪大啊，去嘞，养哦，啊那住死去丢丢天宝诶，囡仔等于天王宫内底，哇，啊囡仔有一个心愿，只得天宝诶，诶并无要分人吃。以前的交通工具都是人力为主，像是员外坐轿子，拿着算盘和账本去收租金，还有车夫卖力踩着三轮车赚劳力钱。朱南山都能够说出背后的故事。而小朋友玩的铜腕大多是用随手可得的物品制作，非常有趣。这就是四季的碟片，这米皮，啊，这边二两，啊，这客人卖惯哩，起码都是安尼。两个，我来起厝。哦，起厝，开门。推门，好来，叫做溜滑梯。溜滑梯，
叫做早运动会。会对这些物品那么有兴趣，朱南山说是因为小时候受到父亲的疼爱，留给他不少好东西，而长大之后四处游走，见多识广，开始把这些文物视为宝藏收藏，希望唤起政府对早期河洛文化的重视。咱一个这个土地，来当亲娘。咱吃的是台湾饭、台湾米、台湾水、台湾水、台湾空气，咱来回馈这个台湾。是啊，人生短短几十年啊，哪会当哦？即摆咱成一个好乐的民俗街、民俗馆。每个族群、每个年代，因应不同的生活方式，发展出当时的器物，而这些都是上一辈为生活打拼留下来的。虽然对照现代只有回味，但是也可以学习当时人们的智慧和巧思。更多的详细内容，请锁定1月29号晚上9点播出的《高雄亮起来》。港都新闻张世明、赖昌邦采访报道。铁路地下化是近年来高雄市的重大工程之一，虽然通车的时间一延再延，但是周边的规划是否还是相当重视？尤其是铁路地下化后所产生高达70多公顷的土地，市府公务局将规划成为长15公里的景观绿水廊道，预计2月份将会动工。根据了解，景观绿水廊道的工程将分为两个阶段进行。由于先前市长陈菊表示希望任内可以看到其中一段绿廊道完工，因此公务局今年2月即将展开相关工程，其中大面积的绿带将会取代铁轨。公务局表示，景观绿水廊道工程将会采取低冲击开发设施及智慧路灯，并且使用透水铺面等，降低淹水风险，预计整个工程将在2020年全部完成。接下来提供您港都生活讯息。近年港都有线电视升级影音服务，推出 BBMOD 行动 APP， 手机完成下载之后，只要跟家中的机上盒完成配对，不论是用电视或手机都可以看电影，而且现在下载 BBMOD 就可以享受多部电影免费观赏。详细的下载及使用方式请上青年港都官网查询。继续带您关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。高雄、台南、屏东地区多云短暂雨，气温12度到22度。南投、台中、彰化、云林、嘉义地区因短暂雨，气温10度到19度。台北、基隆、桃竹苗地区因短暂雨，气温9度到15度。宜兰、花莲、台东、澎湖、金门、马祖地区因有雨，气温5度到19度。以上就是今天的港都新闻，感谢您的收看，祝您平安顺心，我是赖昌邦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讨，集思广益，理性沟通，用心聆听，观点中立，话题聚焦，跟着节目一起思考。每周二晚间九点，在第四频道的高雄现场，等你来 call in。BB 行动客服全新登场喽！现在只要下载 BB 行动客服 App， 并登入您的收视户资料，就可以马上查询账单、频道节目和 VOD 点数等行动账单、客服资讯带着走，各项需求一次满足，比一比 ，BB 最聪明，快去下载哦！请查清联港都或上官方网站查询。市政建设，议会监督。人文关怀，最关心高雄的新闻，港都新闻。这歌啊，那亲像伫咧过生活，简简单单，一点嘛袂复杂。不过，那是有用心，同款嘛会做出让人感动的好滋味。看见在地人的心，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。自从接下爸爸的牧场，我不断尝试各种方法，让更多人接受羊奶。我相信，只要坚持，一定可以让大家都敢尝试这最在地的好滋味。看见在地人的心，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。要将一块平凡的茶壶刻出一身红啊，就必须要用心看、细腻做，每一个动作拢袂当停打。才会当做出有灵魂的作品，这就是阮用心的态度。看见在地人的心，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。阮照顾这片医院，是阮逐天上重要的代志，因为每一粒医院。